爱女不要放在心上。荣华富贵的生活里面有多少不善的业因，有没有想到？啊，再往深处想，将来一定有这个果报。想通了，自然你就放下了。慧叔说：“荣华不可保，慧者定离散的，慧是聚会呀、圆聚的时候，大家在一起；决定有散的时候，啊，一定有离散的时候。常常想到离散，啊，爱欲不可长，甚者必衰骨。世间人确实颠倒网络，认为七情五欲是真的，拼命在追求啊，无止境的在享受啊。确实，寿命还没有到，冤亲债主要他的命，天地鬼神夺他的算，苦因逼着苦果啊，落在哪里啊？叫颠倒网络，故无可乐者。这个世间乐是假的，绝对不是真的。彭基亲属，一切世人以欲为乐，啊，欲望，他的乐就是他的欲望，不知道欲是苦本。智者观之，有智慧的人，他看到的唯苦无乐，所以才好。为什么？以有为乐，无就是苦。不知有者，无所因故啊。人要懂得有无，有无都不知足，就解脱了。懂得恒顺众生，不为自己想。我以为是乐，他认为是苦，我要顺从他，随顺他，提高自己的警觉。什么警觉呢？离苦得乐的心，离开六道轮回，求生极乐世界，这个念头加强了，这好事情，那不是坏事。人要吃苦，他才能发奋；人要在享乐，忘掉了，把求生极乐世界给忘掉了。疏忽了，不认真了，天天有痛苦，天天有高度的警觉性，这好事不是坏事。我们不高度提高警觉性呢，怕来不及了。